尿道结石吃什么药能排出来？区委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尿道结石包括输尿管结石、膀胱结石还有尿道结石。首先要增加饮水量，每天保证饮水量超过3000毫升。然后通过，如果是看结石的成分，一般来说我们结石大部分是草酸盐的结石，这些结石可以通过口服的一个解痉的药物，比如说坦索罗辛，通过这个坦索罗辛的这个口服以后，缓解这个输尿管平滑肌的这个紧张程度，促进结石的排出。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口服，我们有一个硝苯地平，它也是缓解输尿管的一个平滑肌，还有一部分溶湿的药物，包括中药制剂，这些可以通过来就是像尿石通之类，这是国家常用的我们祖传医学的一个用法。另外这个结石，如果尿路结石排出来的这个标准，它这个石头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自己排出来，如果石头比较大，当然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办法。专家提示一，首先增加饮水量，观察结石成分，草酸盐结石通过口服解痉药物如坦索罗辛。二，口服硝苯地平，缓解输尿管平滑肌。三，溶石药物，包括中药制剂，如尿石通之类，结石较小，可以自行排出。